今天啊，忽晴忽雨，我们就在那里录影，在那个地方。好，现在要去尿尿。这整个空间就是这样，也有人用浮丝的，也有这种小的，也有这种像中间翼的，各式各样。这里竟然客满，所以这个景区经营的不错。旁边就是牧场，还有小绵羊在吃草。他们很讲究隐私，就是每个帐篷还帮我们想到说你帐篷多大，然后要隔多开啊，还帮我们间隔6米，让我们有个人的隐私，算是很厉害。你看我的衣服还晾在那里。好，这就是他们的卫浴跟厕所。你看这里的帐篷，这里的营区客满了，经营这个营区的老板真的是赚翻了。我现在去尿尿。